把这个罩子拿开，然后再扭这两个东西，先扭点，先扭里面这个。然后再拧外面这个，把这个卡住，然后就行了，然后就把这个罩子装进去。把它给扭紧，然后最后再拿工具把它带紧。现在先把手带带紧一些，然后开始装这边的板。这边的板它有字母跟数字的区别，然后字母的。在这边，数据的数据一下，然后它是 A 对 A，B 对 B，C 对 C，D 对 E，2 对2这样来装。然后这个数据的编号一，对着这边数据的编号一来进行装配。然后这个板数据端对着这个这边的数据端一对一，然后进行把螺，然后再把螺丝扭紧。有了。是把螺丝稍微用手带紧一些，刚才用那个枪来打。然后我们开始装这个字母这边的 A 对 A， 要把螺丝拧开。然后再把这边数字这边的螺丝拧下来，然后再把这边螺丝拧下来，因为这里要装这个连接轴，再把那边螺丝也拧下来。装这个就先把下面两个螺丝扭紧就行了，上面还要装其他的板，所以说就不扭。连接轴都要在这种有八个螺丝的这个位置上要装，然后就开始装二对二这个位置。这边二对二，然后这边字母这边一对 B， 一对 B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螺丝拧下来，准备装这个连接轴。连接轴没有方向，就上孔就行。要开始装这边的三对三这边，还有三对两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螺丝给它打紧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具哦。开始装这个齿轮，从上面的，从上面的，要把这个齿轮装上。拿起来，这两个一样的装在这边。把螺丝拧紧，然后再装这个连接轴。接下来就装 D 跟 B。D 跟 B 接在一起，D
这个连接杆只要把这前面两个螺丝扭上就行了，后面这四个螺丝先不用扭，因为还要装其他的板。现在开始装细跟细的板。然后再装这最后一个齿轮，这个带胶的，根据这个提示，齿轮在这端啊。就上孔就行了，然后再把这些螺丝扭紧就行了。这边有提示的，这边装在那个带胶齿轮的那边，而这边就装在相对的那边。要卡进去，穿过来，然后就把这个铁丝穿进去。好，搞定。两个链条不平行的，要把它调平行，拿这个来对比一下，参照一下平不平行。因为它这个链条现在这个端子没有对上这边的这个端子，所以说要调一下它这个链条的位置。调这个链条位置在这里对上，要让它一起动。再见。这个位置对上之后，卡住，不要让它一起动。我看一下差多少，是哪边偏。如果说，如果还偏的话，就继续把这个拉出来，把这个拉出来，然后就转一下这个，转一下这个。好啊。然后就转一下这个，因为它这个齿轮现在两个链条还没有卡在一起，所以转的话只是它单方面链条的动作而已。它这个链条动没有动作，所以说就这样进行把它的这个调平行就行了。然后再下来卡上一个齿，看一下它的这个偏不偏。链条从上面走，这边走，哦，这链条从这边走，要经过这个齿轮的上方，要走在这边上面，走在这边的上面，这块板的上面，哦，走过来这里，经过这个齿轮下来到这边，哦，经过这边然后下去到那边，哦，下去到这边。要经过这个齿轮下方，再经过这里下面，要经过这个齿轮，可以看得到吗？经过这个齿轮，然后在这个板上面，链条经过这个板上面，这里有提示的，有提示链条在这个板上面，
然后经过这个板，经过这里的上方，然后从这里这样走，这样上去。这是外教，这个装修外教是没有一对一、二对二这样，是一二三四这样上去。二编号、一编号、二编号，顺着接上去。然后这边三号。好，看它这个高度，跟这个差不多就行了。然后有编号的是，还有七号的板有编号是这边的，剩下的就是这边的，可以判断出来。板就装这里了，三个刚好对得上，高度也是这么高。装这个斗没有边的这边朝里面，要装这个板，这个板就是在这个位置了，刚好跟这两个东西刚好卡在这两边的。然后那里有个东西可以把它给拆了，要拆到这个板，这板装这个。这板就对得上孔就行了。要装这个板，这板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光滑的这边朝外，不一样的啊，光滑一点的朝外。装这边的板，这边的板是从下到上是 A 到 C， 然后我们先装上面。这边它下面的孔对不上，我把这个板填上。然后这个板跟这个板都顶到最上面，因为可能怕下面的螺丝的孔位对不上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是 A 板，就装在这个位置。两个螺丝，还有这两个孔挂上去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孔，现在是把这个罩子给装回去，但是这个地方先不把它扭紧，因为把它扭紧了之后链条动不了，我装这个斗就装不了了，我先把它放回去，我先把这个罩子装回去，这个胶皮朝下。最后再把这个罩子把它打开，然后装这耳朵朝外，装这个先把一端卡进去，把一个头卡进去，然后再按一次的，然后放下留下，没问题就行了。